有了它，在家也能实现绵绵冰自由。冻好的牛奶放进这个冰格里，然后转紧上面的盖子，只要轻松摇几下，牛奶绵绵冰就出来啦。20秒就能刨出这样满满一盒，还非常细腻，淋上提前准备好的果酱和果丁。我宣布，夏天和绵绵冰就是最配。我手上拿的这款杯子是高鹏杯的茶水分离杯，然后也是有两个规格，这个是350毫升的，然后有一个是450毫升的。这一款的链接唯一不同的是它的上盖是单层的，单层普料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是单层普料的，下杯体是一个双层普通底的，然后装热水倒过来是不会漏水的，大家可以放心去使用，也不会感觉到烫手，因为它下杯体是双层的。然后一箱是80支装的，上盖还有一种是高鹏硅的材质，这一款呢就是一个单层普料的，质量大家都可以去放心啊，看一下